我这个册查某买来看。哎，你关门哦，你关门，我不想要看到，无应该看啊，我是目睭啦。啊，这啰嗦的呢，你一定吼是不要受罪，才会被惯习哦，看查甫人更发达。来，李文君。啊！我唔是叫你买来。 谁啊？你是买纸内裤吗？我不是叫你买纯棉的。我只嘛敢买着纸内裤啊，买真唔清嘛，亏得亏到袂有是你的代志。这顶管哦，虽然是写纸内裤，啊，唔过哦，这拢是化学棉，穿这种物件根本就不环保。你安尼哦，是害我咧破坏地球，破坏环境。你干嘛跟我在这聊？啊